各位有来双溪可以来吃一下。R 分主要是控肉饭，但是它很赞。不过它这个控肉啊，好吃归好吃，太少。欸、小姐，请问恁的恁一礼拜休困几天？没有休。都没有休。是平台休。啊啊，这是午餐跟晚餐。哦。哦，一般是也很少行。好好好好好，一个腿裤饭，带走。啊，一个猪肠汤，那个皮蛋一颗多少钱？加一颗皮蛋，我自己剥就好。这样总共是130。这里应该就是双溪，除了车站以外最热闹的地方了。130啊！哎呀，吃饭了，停在路边就给他吃下去了。这个叫做阿芬小吃店，皮蛋，叫做皮蛋啊、哦，皮蛋。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猪肠汤。这个都是台湾小吃常会有的东西，我们来试一下汤头。这一家也是某位网友跟我说不错，可是我觉得他肉好像给的少了一点，菜这个一个70啊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它的口味。肚子饿了，让便当显得更好吃。不过它这个控肉啊，好吃归好吃，太少。皮蛋，你看我在车上吃饭呢、啊，一个 GoPro， 还有另外一台。两台在拍，为什么？因为上次我有一次拍啊，那个 GoPro 大宕机，所有的档案都不见。控肉做得不错，刚好今天有经过要吃一下。
要一停下来，它就没人骑，都会这样。那不是冷排坏掉？这个脚长可以称为是隐藏版的东西，隐藏版。二分主要是控肉板，但是它的小肠汤很赞，肉跟汤并不是很臭。哇，这一次赶快走，快热死！我车子一动起来就有冷气，赶快来炸！希望今天的录影机不要出问题。好，上次真的快把我搞懵。OK， 拜拜。